欢迎收看大叔食记，今天用豆腐分享一道美食。首先将豆腐切成小块，空碗里准备一点肉末来用，准备一些豆瓣酱剁碎，锅中烧开水，放入一些食盐，倒入豆腐焯水一遍，去除豆腥味。2分钟后捞出待用。起锅烧油，油热后放花椒爆香，爆香后花椒捞出不要，加入肉末炒至变色，放入蒜末继续翻炒，加入豆瓣酱炒香，加入适量的开水煮开，水开后下入豆腐煮2分钟，淋用一些水淀粉勾芡一下，大火熬至汤汁浓稠即可关火出锅，撒上一些葱花，美味的麻婆豆腐就做好了，吃起来嫩滑爽口，非常下饭，喜欢就赶紧试试吧，欢迎点赞转发评论加关注哦，感谢您的支持。